抢先带您来关心新闻焦点。川普抵达瑞士参加世界经济论坛，周五发表演说，将阐述美国优先政策。去年底爆发的长记滩过期蛋风波再度查获刑事证，其中的部分问题鸡蛋流入了临时大厂。三波冷空气陆续报道，2月1日起，中部以北最低温将下探10度。台积电在南科举行晶圆18厂动土典礼，张忠谋表示，竹科和南科厂的5纳米制程共投资了7000亿元。更详细的新闻内容，请锁定新唐人亚太晚间8点新闻。